狗仔队，狗仔队一词从意大利语翻译而来，原意是一种不怕风吹雨打，用于刻苦挖掘鲜为人知之事的，略带执着不屈精神的人。狗仔队的诞生顺应了历史潮流。20世纪50年代，名人被偶像化。一些政商名流、演艺明星成为公众崇拜的对象，但人们好奇的是，镁光灯后的明星们的日常生活。窥私欲把追踪摄影队推上了历史舞台。很多社会记者用暗访的方式报道真相，赢得了尊敬。狗仔队以偷偷摸摸的方式报道真相，我们绝对无法认同他们的记者身份，因为他们的真相没有让人看到社会责任的存在。狗仔队使你的生活有了很多乐趣，但仅此而已。狗仔队一词从意大利语翻译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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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意是一种不怕风吹雨打，用于刻苦挖掘鲜为人知之事的，略带执着不屈精神的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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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仔队的诞生顺应了历史潮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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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0世纪50年代，名人被偶像化，一些政商名流、演艺明星成为公众崇拜的对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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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人们好奇的是，镁光灯后的明星们的日常生活。
但人们好奇的是，镁光灯后的明星们的日常生活。但人们好奇的是，镁光灯后的明星们的日常生活。但人们好奇的是，镁光灯后的明星们的日常生活。窥私欲把追踪摄影队推上了历史舞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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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多社会记者用暗访的方式报道真相，赢得了尊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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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仔队以偷偷摸摸的方式报道真相，我们绝对无法认同他们的记者身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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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他们的真相没有让人看到社会责任的存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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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仔队使你的生活有了很多乐趣，但仅此而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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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仔队，狗仔队一词从意大利语翻译而来，原意是一种不怕风吹雨打，勇于刻苦挖掘鲜为人知之事的，略带执着不屈精神的人。狗仔队的诞生顺应了历史潮流。20世纪50年代，名人被偶像化，一些政商名流、演艺明星成为公众崇拜的对象。
但人们好奇的是，镁光灯后的明星们的日常生活。窥私欲把追踪摄影队推上了历史舞台。很多社会记者用暗访的方式报道真相，赢得了尊敬。狗仔队以偷偷摸摸的方式报道真相，我们绝对无法认同他们的记者身份，因为他们的真相没有让人看到社会责任的存在。狗仔队使你的生活有了很多乐趣，但仅此而已。